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天是星期天，我和可乐一起去逛街，然后看了一下日本的爬虫店。本来我们是想买一个好玩的蜥蜴回来，但是现在那个蜥蜴好像没有货，那就只能以后再说咯，反正现在也还没有做盒子。但是去都去了，对吧？总得带点什么回来。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可乐很喜欢的昆虫卡布托姆西，中文就是叫做独角仙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养一养这只独角仙吧。今天去看一看日本的爬虫店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可是爬虫在哪里啊？那就去楼下看看吧。原来这家爬虫店是潜藏在一个超大的超市里面，已经听到有鸟兽的声音了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这个是什么？ラクユキ大好きのカブトムシ。胡老师，我们把这个退掉好不好？八字。这里往上，对，剪吧。聪明哥。对呀，剪呢，往上。过一下，白天，我给你爸爸，给你，有啥不吃？